打出编号颜色加一好吗？编号颜色加一，这样是秒杀，一件只要450块。450而已哦，老板崩了，450。牛仔外套450，真的超好看的，好不好？然后这件的话，谁每个都可以穿。那有人要取消，有人要取。这一款呢，粉色烟款，就是一个很糖果色系的感觉。然后其实它是一个，它不会很厚，就夏天穿是可以的，因为它有扣子，扣子可以扣起来。好，那打开的话也 OK。然后再来，它有副跟开的帽子，帽子是这样子的，可拆的帽子。你看它工多好，450。重点帽子拿掉之后也很好看哦，它是有领子的哦，它不是无领的哦，不是无领，是有领的哦，有领。好，然后后面的话呢，它是这边侧边一样做的小扣子的设计。然后后面它的长度我觉得也很刚好，就是其实你搭一些。就是短裤、长裤都 OK， 然后袖长的话呢，它是这样子，正常长袖。好，那骑车的话你可以自己放下来，然后到目的地可以折起来，都很有型耶。而且可以看它的面料是不厚的，它是属于轻薄型的牛仔外。讲真的，450很便宜耶，它质感450来说也算很 OK。CP 值很高、啊。对 ，CP 值这样 ，CP 值很高。我们看它内里，就是不透的面料，但不会厚。啊，就是里面穿一个小背心就可以出门了，很好看，才450。要现货的话，赶快哦，不要犹豫太久。粉色的，给你们看，这个粉色真的，它的粉也做得很漂亮，不会很深色系，就是一个穿上去就觉得很好看的那种。对，就是整个人就是很气色的，看起来很好哎。哎，好像是哦，真的啊，对啊，好，换色就可以素颜穿，没错，可以哦。然后后面是这样。下面其实它就是都有做收边的设计，让你穿起来就是很简单，这样就有版型。然后它的面料穿起来不会让你蓬蓬胖胖的感觉，就是落肩的，很有质感。讲真的，这色也好看，这颜色也好看。好，来编号16哈，编号16，颜色拿出来看一下，有粉色跟绿色两色哈，粉跟绿两色哈，来。